我们看第七题，他说某时钟哈上面没有数字，只可有条线，今某人至镜中所见到的时刻是九点，哦，这是九点哦。那二十哦，这十五嘛，二十直到这里来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哦，九点二十。好，只要真正的时刻多少？哦，啊，我们在镜里面看到的物体哦，它事实上是跟实际的左右是颠倒的，哦，上下不颠倒，啊，但是呢，左右是颠倒的。所以应该哦，左右颠倒的话，颠倒到这边来的话，应该是往这边，这样子的。所以应该多少？应该是一点、两点、两点多少呢？几分呢？哈，嗯，哦，这里应该是直到这里来才对，画错了。哦，应该是两点哦，因为这一点哦，它的对称点是这一点，这一点对称点是这一点，哦，就是啊。就两点多少呢？这三十、三十五、四十，应该是两点多少呢？四十分，所以答案应该是两点四十分，答案应该选 B。